你出门的时候能不能记得关上电视？还有，这饭桌是公用的，用完要及时清理。卫生间也是一样。另外，不用的电源线要记得拔下来。 最后出去的人，请关掉路由器。帮我一起洗一下哈，一会儿我来练。 洗衣机里面衣服是你的吗？洗完就赶紧晾起来，别人都没法用了。那个陈，什么？